扑9月8日是湖人球员勒布朗詹姆斯的第16代球鞋 The Nike 11 16在当地时间周五正式发布。球鞋主要设计师 Jason Petry 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透露了设计灵感。Petry 表示球鞋的设计灵感来自于2012年詹姆斯对阵凯尔特人的第6场。球鞋上的狮子有着特殊的含义，我已经在这里很久了。Petry 说道，我们不喜欢在任何时候都使用狮子这种元素，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东西，有着特殊的含义，那不会出现在16代的所有鞋子上，那是基于杀手本能的因素，终结者的因素，这就是为什么狮子的眼睛是红色的。随后 Petry 将鞋子调转过来，将手指向了鞋子的根部，这种灵感来自于对阵凯尔特人的第6场比赛，当时詹姆斯还在热火，那种凝视，那个瞬间，你能看出来，他是不会输掉比赛的。Petry 说道，编辑，马尔夫